上面放上。这边，中间。好想起点。呼啸间随意朝朝暮暮与我戏，沉浮的秘密打捞起，虽然形影不离千万里，听得见呼吸，让你往事如夜深潮汐，无怨意再回首空如洗，分隔天与地，谁是你的天意，又一风浪里，谁的沧桑话题，一生总相依。我知道你想哪边，但对我来讲的话，我第一时间拿到这个歌，因为其实已经是一个完整的 demo， 然后是石头唱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歌非常的好听，因为它的线条很流畅，真的有那种大海的温柔，我觉得这个旋律是那一种感觉，所以一拿到这首歌我就一直反复的听，我觉得很有感觉。所以今天你们看到我进棚的时候，我觉得基本上来我已经比较熟悉这一首歌了吧，算是非常非常。我还没唱呢，这个要看唱适不适合，并没有说提前设定一定要怎么样唱。对对对，对，嗯。现在这个歌其实还有一个在创作的过程。对，待会儿录音的时候会我跟石头来沟通，看或者他有什么想法，用在歌里面合不合适，也不是说一定每首歌都要弄成那样。不一定的，对。那今天也是那个什么沸点沸腾演唱会是吗？嗯，沸腾2009演唱会是哦，那个只是一个商业演出。对，然后会跟李宇春和周笔畅同台吗？当然会，好像我是听说有他们一块儿了，是一个商业性的演出，但是应该不算演唱会吧。是你们同台演出，三个人唱一首歌，还是轮番上台？应该是自己唱自己的歌吧。那之前那个主办方都是宣传说你们会在继2005年之后首次同台。这个我再回答这一个问题，之前有说你们一起唱，对，因为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讲，因为我这边得到的通知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商业性的演出，自己唱自己的几首歌就可以了。